西瓜，西瓜，你让他坐了，再给坐西瓜呱呱坐。好了，很好啊。他听你的话了，你就要给他哟。很好啊。你为什么东西不开心？你过来，我跟你，我问一下。我想要等秋之后，他是别人有的呢。是的呀，西瓜就一直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所有人都想跟他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得轮流呢？排队呢？啊，那三喜玩了很多次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三喜跟西瓜比较熟，西瓜愿意听三喜的话。 对吧？那我们得慢慢慢慢熟悉熟悉。你跟不认识的人，你会一开始就跟他打招呼吗？你又不是天天跟他玩的。你跟小宝一样，都想跟西瓜玩，那我们就排队一起玩，是不是？对。西瓜坐下，西瓜坐下，坐下。你看他坐下了。嗨。你放地上吧，放地上。